趁你一个礼拜之内把保险金吐出来，不然我就找立委。我开记者会，我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你是破坏人家家庭的死同性恋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我爸是同性恋。就15天前，他死了。爸走了再怎么样，我也算是你的继父。 叫你告他通奸，同外遇的对象是个男的。两个建议提供给您参考：第一，你好好回。三，你这样子干什么？照什么里面的事，这样同人不好，心里不舒服。我靠！拜托你把儿子带回自己家里，宝贝好。你有愿意哦？两个男人都被你抢了。两个我都没抢。对，了不起。巴黎岛，为什么你是我妈妈？ 对啊，我也好想知道为什么。别想几张啊！你爸教我的。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我有错吗？我努力做个好太太、好妈妈。你别啊！啊！你快过来！全部都是假的。